奇遇在2020年和小七岁女友妍妍结婚，夫妻俩时常会透过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生活。近日爱妻入院开刀，并公开了病床照，相当惹人心疼。妍妍在社群上公开躺在病床上的病容照，透露日前动完鼻窦炎手术，说到结束后又痛又晕，也不太能说话，也不太能喝水吃东西，于是就差不多有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下床过了。她大赞老公小玉细心的照顾，每两个小时就起床替她换药，令她相当感动。虽然我意识还没恢复，但我知道有人一直在旁边与我同在，会不时看我的鼻血有没有满出来要换纱布，在旁边时不时看我有没有呼吸，让我不孤单，很温暖。更透露小玉这次毫无怨言的照顾她，让妍妍又感动又心疼啊。Bye.